前两天我们聊了聊92F 博士劲大操作协调等等之类，920F 博士坐不住了，申请出战，他来了。要说20吨的挖机哪台最经典，920F 博士你肯定绕不过去。康明斯博士 B7 发动机，125千瓦额定功率，920F 博士平均油耗每小时11升，同级别的挖机，它绝对是节油先锋。还是那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了，920F 博士是需要加尿素的，但是它的综合使用成本更低啊，每小时烧0.6升尿素，也就2块钱左右，油耗比不烧尿素的 EGR 排放方案更低。大空间的全密封驾驶室，处理恶劣工况也能得心应手，8寸的触摸显示屏，收音机，蓝牙音箱，延时的 LED 灯，这些越来越智能。算上除霜，9个空调出风口，天气再寒冷，挖机人的身体不能冷。快手，拥抱每一种生活。